兜到嚟最後百零米啦。咁啊，見到透出就係呢只遨遊戰士啊。咁啊，中檔上嚟有新強勇進啦，梁先生啦，外邊位置咧仲係海泉來，入邊追上嘅時時亨通啊，接近終點，遨遊戰士拋離對手贏馬。今次安排我送到佢從化，從化翻嚟就各方面都幾好。從化有啲嘢就呢邊香港啲設施，香港呢邊做唔到，所以就有啲變化，可能馬開心咗。